黑水摄影是指潜水员在夜间潜入大洋深处，在万丈深渊的表层探寻珍奇的海洋生物，并用镜头将其记录下来。请跟随我的镜头感受这些神奇的生物吧。锦葵船烧是黑水拍摄时经常能够遇到的一种头足类，它们常常会跟随深海游上来的水母来到我们的主灯周围。小的只有指甲盖大，而大的则有盘子大。有时候他们会带着水母突然撞到潜水员身上，又迅速地落荒而逃。锦葵船烧的壳体比较宽厚，它们可以根据心情改变体色，不同个体身上携带的水母种类也是各式各样。这只锦葵船烧骑着一只和自己体型相当的水母，这让它看起来更加巨大。在大洋中的世界，体型是生存的重要因素，也许这能使它在漆黑的深海中充满安全感。